更好携带。你喜欢小，对对对，可也有六十公分的，六十公分就这样子，就是还是有点太大。OK， 拍摄需要。OK， 精巧型。哎，怎么又买两根棒棒？还是预算，预算有点紧。好，没问题。就是那感觉，就之后可以啊，欢迎，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买很多灯啊，我有看到，对啊，非常爽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拍音乐影片，我觉得大灯棒还蛮好用的啊。对啊，我觉得看起来也蛮酷的，因为我感觉大灯棒好像要买就是一次买多一点，我觉得至少要两只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。